电影的编剧，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东藤官九郎先生。介绍这部片子的男主角冈田将生先生。好啦，我替你替你自己好做好了。待会呢，影片结束之后，他们会再回来，我们有一段时间可以好好的跟大家聊这个作品。好，还有两位非常熟悉的监制啊，李烈烈姐。男主角的罗冠廷，好啦，从来没有过好一部电影原版跟正版的人都在这。